北京时间4月6号 CBA 季后赛半决赛，广厦和山东迎来系列赛第五场天王山之战。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至关重要。比赛一开始，广厦的苏若愚就强势一波，在内线顶着两人的夹击强挡拿下2+1。山东在首节依靠莫泰的出色发挥打得风生水起，他先是和丁彦雨航打成了挡拆配合，随后张春军从底角突破直杀内线，莫泰跟进击球起飞就是一个暴扣。广厦在落后局面下，福德森终于找到手感，在三分线外借助胡金秋的挡拆拔起三分，为球队在进攻端止血。接着广厦发动了反击快攻，丙王胡金秋当仁不让，一马当先接球送出暴扣，不太冷静的吴科毛手毛脚还赔上一个技术犯规，一罚一掷，广厦直接把分差给追了回来。比赛进入第二节，普罗西斯一上来就命中一个三分球，最后两队一直处于焦灼状态，广厦依靠自己的反击取得微弱的领先优势。第二节末段，丁彦雨航开始发威，他先是侧翼接球，一步突破博洛西斯，送上一个美如画的上篮。随后，小丁借助莫泰尤纳斯的掩护，外线拔起就扔，帮助山东在半场结束前重新获得领先优势。下半场一开始，丁彦雨航手感火热，一套操作拔起就扔，再中一个三分，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。广厦落后局面下，老将林志杰站出来扛起炸药包，杀到内线打进一球。不过这对广厦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丁彦雨航根本阻挡不了，快攻中找到空隙轻松再砍两分，接着又是在外线接到劳森助攻，一个三分不给广厦一点机会。来到第四节，丁彦雨航继续扛起球队，一上来就是一个三分，把广厦给逼入绝境之中。艰难局面下，广厦的孙铭徽用一个三分球为球队在进攻端打开局面，缓解压力。随后丙王胡金秋也开始发威，队友三分不中，他飞身补篮打进。但是广厦落后的幅度远大于留给他们的时间，最终山东还是以113-103在主场轻取广厩，把大比分改写为3-2。此役丁彦雨航命中5记3分，砍下了27分，莫泰尤纳斯26分14篮板，福德森发挥失常，仅拿下11分。腾讯体育综合报道。